那我们现在哈啊准备哈准备做救火部署，救火部署。那我们距离啊目标啊大概0.5海里，那请艇上同仁啊啊备便，艇上同仁备便。待会我们会在船的啊这一个上风处哈、啊，我们在上风。目前时间2210，0-2210。紧急力渔船再次闷烧起来了。你们记录要记录好啊 ，OK。高雄海巡队接获海巡署第7巡防区指挥部通报，其后即渔船金吉利158号于左营军港外约2海里处海域，因机舱失火情况危急，请求派艇救援。高雄海巡队获报后，立即调派线上 PP10027 艇紧急驰援，另增派 PP10032、PP3581 艇紧急出艇。并协请台南海巡队 PP10025 艇等共同前往救援。因火势猛烈，经船船上2名人员已由附近作业渔船升级满8号先行救起，并送至附近作业金吉利666号渔船上安置。经船洪姓船长及杨姓船员等2员均安。下午6:48，PP10027 艇等4艇陆续抵达通报海域，发现金船持续燃烧中，火势相当猛烈。海巡人员随即以高压水柱展开灭火救援行动，将火势压制后，金船仍有浓烟窜出。巡防艇持续在旁接护，燃金风势助长，金船火势多次复燃，在巡防艇持续抢救下。火势于本30日凌晨3:40扑灭，经巡防艇于现场借物收证，未发现油污外泄，并通报航港局南部航务中心，发布爱航公告，渔业电台广播通知航巡渔船避让。